小熊维尼啊，嗯，啊，这个其实，嗯，哇、啊，哎，可以吧？哎，这没有问题吧？啊、是谁踩歪的？哇！What the fuck？ 喂，可以来。这样现在 要什么主题？那个小时候看的卡通。小时候看的卡通啊？对啊。小时候看的卡通啊。嗯，我要加一点，加一点东西下去。如果单单只是那个话，太我们加一点东西下去。哇，这个。这个应该知道，可是为什么这个觉得应该不用泼太多时间？你来快用脚画。我刚才就看用脚画，那我是看用脚画吗？你拍起来，你拍起来，拍起来，你用脚画。我要我等下我们要看。我手机不好。啊！我觉得我画的很出神入化。哎，没有，它是这个颜色。我觉得我画的很出神入化，我觉得我比我的院长还要强大。好了吗？谁还没有好？其实我的进步都很快很快的，我真的进步很快。喂，小时候哪一个人小时候看看那个人？没有。这个我好像很有懂，传奇有那个。这个根本就是我自己的题目啊！为什么？中屁哦，中中，嗯，随便啦，反正我写好的。哦，是什么来呀？好了，你们全部看那个东西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东西、啊。这个我三十秒内给他解决。哎，他的是什么颜色啊？加给他亮丽的，哎呦，这好像变成给他带去了。变成不是人了，已经变成不是人了。好了，加给他这个东西下去。我在问什么？操！啊，既然这样了，就直接给他加一个橄榄带下去给他。是可以的吗？这样，请问这样。啊，好了。我讲快了，因为我的画的很简单，我的。画的那个哲学是毕加索，不像是那个字眼的是达文西画的就完美主义，我不是。我还没好嘞。那你们哎呀，哎呀，我现在都没有事情做，我连他配角也画出来给你了。对，好。啊？啊？What is this？ 双击啊！这个 sexy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？来，好的。OK， 对。来 ，display。来，我看一下。慢点，慢点。我就也说，哎，我还以为。果然神闪。嘿，不对，我要讲的是那个。哎，错，喂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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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饱没事做。这还有得来？吃饱没事做啊，就跟阿聪中毒了，跟他换掉。Powerpuff Girl and Monkey。对啊，为什么要加一个 Monkey 下去？少那个 monkey 不见掉呀！没有人写 monkey。对。可以耶，所以这个没有人。monkey 死掉了。等一下，我接电话一下。就那个穿衣小和尚，所以请讲。Hello 啊啊！对了，我们在玩这个，不要睡觉，快点来玩。monkey 那个那个讲，啊，大家讲你也要进来玩。我忘记掉，忘记掉那个叫什么名字。我一个好啊。为什么？喂，不知道什么是打，不知道什么是大声吗？请。我去，我一点那时候没有大声什么东西，那时候我们讲的什么？我觉得有啊，他应该知道是大声的。我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名字。哎，对耶，没见的名字，有见到名字。什么 beauty and beast beast 有 beast 还有这个裸体的呗，有橄榄带，他连橄榄带都看不到啊。
什么鬼啊？画毛啊？什么鬼？一休，一休，一休，打了打了，一休啊！哇！啊！哎、欸，很香哎、欸，很香。哎，琪琪也知道啊！然后变成异色系，我忘记了名字啊。本来他穿蓝色衣服了，我忘记了名字啊。啊！你公司的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你们两个人到底为什么要出一样的题目？对呀、啊。对，第二次我接过他的刀来，他拉比较。有这个很像，这个超像的。哦 ，crayon， 不是 crayon， 是 crayon 的，一直是 crayon。crayon 新疆。嗨，家人，嗨。嗨。来，我们这样，我现在开始写写名字啊，写字啊，那个玩具。玩具。嗯。哎呀，我要 Google 设计一下。玩具要写什么啊？我哎、欸，不要成人玩具啊！不要写成人玩具啊！啊，我好的。哈？好难哦。哎，太简单了，我没有东西画。也不是画玩具吗？为什么会出这个东西出来？哎、欸，谁写蝴蝶的？哇，写蝴蝶那个很屌哎、欸！小时候玩蝴蝶的吗？玩具啊，我要写玩具啊！我的主题是玩具。家人小时候玩的是蝴蝶啊！哇，这个时候哎，早上生病，这样我就添油加醋了。我觉得有点难哎。杰伦，你画我的是吗？对，我画着你的，这一定是你的啊！我说啊，不要太简单，简单的话没有东西画。哇，好屌！哇，还有我。哎，这个你这是什么鬼啊？好难、啊！来，继续来看结果。没有学过 portrait 的人一直在画 portrait。哈哈哈！聊啊！哈哈哈！很像吗？会会。直接 Q 脑筋了，有啊。哈哈哈！不好笑。不能那个，就是哇哇哇！经典。喂，台剧，嘿。将传承。哦。巧手枪。哎，这个不是 Nerf gun 了，这个是那个水枪啊，这个。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水枪啊，有啊，哦，这个哎蛮美的。喂，为什么是笨笨？为什么？什么时候是笨笨的？啊！下去就直接了。我怎么了？喂，哪一个？玩卡面游戏，卡面颜色黄颜色的，不要游戏都出来了，我打一波下去了。我第二个，哦，最后一个，传声，最后一个越来越抽象了，完全。哦，我们玩游戏多帅！讲接下来，哦，看起来有子弹，哦，哎，这个，超牛劲！出问题，家人出在问题，家人这个害群之马，家人这个害群之马。小熊，嗯，
啊，这个其实，哇哦，哎，可以吧？哎，这没问题吧？啊、是谁踩歪的？喂，我的妈！喂，是你故意啊？说什么？还踩他？说跳？喂，你这样子会，你到时候我这样泡上去的时候会被那个，会被他们黑了嘞。知道我画的是个体，我就知道一定不会歪。为什么？你这样不也？可以，他过后有没有玩具？我跟你讲。啊，玩具我猜吗？厉害，好可爱。没有，我觉得太简单了。拜拜吧，多玛。现在什么主题？现在什么主题？来想一下。